杨锦华。哎，锦华，夏天到了，真的到了，真的到，非常的热。可是，在这么热的夏天，你今天身上所穿着的就是我2012年最新的 V 极限主打款。对，也就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最喜欢的 V 极限。好，那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女艺人朋友们每次出席在这个重要场合的时候，其实要博得版面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现在，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们，他们要穿出性感，要交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其实我自己觉得个人就是性感是一定要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性感是要自己舒服，别人看了也舒服的性感。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很喜欢 V 极限这条线，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的胸部，就我常常会跟大家讲，就是你们在穿内衣的时候呢，挑选内衣的时候一定要试穿。对，因为试穿，因为要找到一件很好的内衣，适合自己的胸型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那其实我觉得 V 极限呢，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女生呢，再去挑选一些比较V 比较 V 的深 V 的东西的时候，可能会想到说我的会不会卡到我的肋骨啊？对，我边边会不会不包覆啊？对，等等，很多很多的内衣啦，它做到深 V 之后，可是发现侧边的肉没有办法包覆。对，但是这一次曼黛玛莲 V 极限呢，它第一个首要的要点就是它设计的一个高斜边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高斜边的设计。那以前我们的曼黛玛莲，其实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包覆性会很重要。对对，但是这次它加长了。对，然后让我们旁边的小肉可以更加的集中，然后来增添更深的深 V 曲线。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秘密，好，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很多女生在这个内衣的里面，很多男生可能不知道，其实内衣里面有很多的秘密，跟我们的人生一样。但是这个加厚不会不通风，对，而且它对所有的质感就是会跟一般以前的像水饺店的时候不太一样，然后是非常可以接触我们的肌肤的。对，我们这个轻感机密的衬垫非常特别，它比较厚，可是它很蓬。可是它又很轻，对，重点它又很透气，对，非常的厉害，就是非常，对，一看一个小小的东西却可以这么的贴心。好，那其实我们今天锦华来到，我们等一下听说还要到5楼去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今天要担任一日店长。那因为锦华今天来到现场，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这个特卖要跟大家报告。我们其实今天呢，在等一下5楼的时候，我们会有2套正品哦，2套平常是不打折的。那因为今天锦华来，这2套特别打了8折给大家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雨伞非常漂亮，他们一我本来想要拿这支雨伞主持，但我怕你笑场。我这样，你有觉得我拿这支雨伞有没有特别的美丽？很配，很配，对不 对？跟我的衣服很配。这支雨伞我们原本要3500块才会有啦，对。但是因为今天做活动，所以呢，锦华来到现场帮大家 A 礼物，这一支呢好犀利奇雨伞，今天满3000块钱就要送给大家了。对，好不好？这雨伞非常可爱，我自己都很喜欢。很多的男生在看女生穿内衣的时候，一定是希望女生可以穿起来是舒服的，然后看起来是健康的。对，锦华之前好像在电视上有好姐妹淘有爆料说，年轻的时候很爱跑趴，没有很爱跑趴，那只是因为其实在念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每个同学其实家里都管得非常严，然后那时候我们自己就想说，我们要不要就是大家一起结伴去看看一次，去看看不同的世界，所以就那么一次。那之前呢，就是因为最近在拍偶像剧嘛，对，有没有觉得说之前那个蔡英文的事情会闹得这么大，蛮意外的？我知道，可是因为那个事情真的是纯粹效果，然后我们都是以甜如蜜这个角色然后去想的，然后也有跟导演讨论过，然后其实导演会觉得出来的效果是好笑的，因为毕竟其实观众看戏嘛，轻松嘛，我觉得并不是代表全部所有的人。会不会想跟彰化女中的同学道歉，因为他们其实还道歉，他们其实反应还蛮大的。我相信彰化女中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女生都是非常有知识，然后非常很有自信，非常漂亮的。但是我觉得
因为他们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清楚，我是因为设定这个角色田露蜜这个角色而做这样的动作。对，我相信他们都可以体谅的。对啊，道歉不用，好严重哦。对啊，我相信大家看戏都是可以放轻松看戏的。谢谢。